嗯，晚安，是认真好，时间5:16，唉，嚟我去唔系，可以话冇乜人，系今朝，因为今朝我去食早餐，连锁店就一定系闩门嘅，意思就系你如果去人咖喱啊。嗰啲芝士面嗰啲鋪頭都係休市，只有呢個 M 記大快活同埋雞翼家，唔係呢個 KC 先喎，繼續開嘅。而今晚撞正，好巧喎！喺今日食早餐，我喺 KFC 食早餐，無意中邊度撞到我對面嗰、那個，哇！我 friend， 佢一家大細食飯，佢食早餐，不過。唯一就係佢睇我唔到，但我係睇到佢喎。但係為咗少佢睇我唔到然後 send 俾佢啊嘛，跟住話嚇，唔好意思，我見你唔到，哇！心諗我大大我坐喺你前面都睇唔到，然之後佢西方時間就又冇乜人，跟住然之後我哋坐車去咗林村去二樹嗰度，話俾你聽。要那個地方要實施人潮管制，意思就是人流管制措施，加上那裡的空氣是比較差的，經常無端端流鼻涕，就喺呢個化學群組 ，Miss 又同我哋講：祝大家新年快樂，可以進步，鬥多啲利是。就呢句鬥多啲利是裏邊，我覺得唔好講啊。其實話俾你聽，鬥利是哥，其實鬥咁多利是，我都知啊。想講，唔使講呢條水。你連初一、初二、初三所有鋪頭都係休市，除咗嗰啲快餐店。而咁啱，我哋嗰日食咗餐又撞到一個人，又係嗰個肥一個人，佢係索索地嘅。上次都講咗啦，我見佢攞咗一支汽水喎，個大佬糖尿咁樣。因為如果你一日飲
到估應該三支汽水，兩三支咧係基本上有機會糖尿病。嗱、啊，即係覺得佢好有問題，佢係攞嗰啲汽水人俾錢，但我估唔俾錢都係都因為佢好似係好似嗰啲雜貨鋪嗰啲人嗰啲親戚嚟，即係帶佢嚟啫。我見佢真係肥到肥到好緊要，佢基本上肥到合唔埋只腳。唔係，我食到生煎咧，稱佢只攞咗支汽水啊嘛。到我翻嚟之後，佢攞住 M 記食緊薯條。我心諗。如果你吃那麼多這些東西煎炸對身體不好的，還有要喝很多，要喝很多汽水真的很糖尿病。再加上我又在天耀見到一個阿伯吃好吃，起碼我估一夜裡面都吃了十幾支煙。其實我估佢肺部嗰個肺嗰、那個肺咧、那個器官啊肺，應該係會黑色嘅，甚至係佢嗰啲牙齒已經變黃嘅，啲指甲都變黃，佢口好臭。因為呢個香煙裏面有一種成分叫做焦油，焦油就係黃黃黃啲色嘅，如果吸得多真係會有嘅。佢會吸得多會令個肺部變黑喎，同埋吸得多會有機會致命噶嘛，影響健康啊。同埋點解啲人會食煙咧？食煙都係話減壓，會上癮嘅。因為香煙裏邊有一另外一種成分叫尼古丁。所以我告訴你，如果走過那些吸煙區千萬不要走，我好少人做、我就以銀座為例，銀座那個創校會那裡十幾個人吸煙，一到跑馬的時候個個走到外面吸煙。現在 iPhone 又更新到這個 iOS 12.1.3， 不過都不知道有什麼更新，應該就是更新那些不知道的。
嗰啲咩情人節套餐都係話680多蚊，好貴嘅。你不如食啲普通嘢算數。如果啲咩二人套餐都係200多蚊，如果貴就咁，我真係唔買嘅，嘥錢買呢啲嘢買。那個朋友說嘛，我見不到你的，我今晚傳了給我的朋友，另外一個朋友，不過他只差一個灰色的，因為他是未收到，我不知道他買在大陸，因為大陸沒有 WiFi， 即使有的話都沒有的。上次我去肇慶的時候，班群的 WhatsApp 我收不到，在落馬洲的口岸有時才收到，怎麼看？